从今天开始，我想跟你跟孟总坐对面工作，因为这样可以加快工作效率，还可以跟孟总学习。 有的是啊，闲着闲的。孟总，你说，像你们这种女强人，都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？我是说，在生活中，不能只想着工作。 偶尔也要想想恋爱的事儿。沈助理，你这是在职场性骚扰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孟总。我有让你道歉吗？